亚马逊开发无人智慧超市，美收银员恐失业。亚马逊预计在明年初于西雅图市中心设立实体超市，让购物的消费者再也不用等待排队结账。若要到亚马逊 Go 超市购物，必须有亚马逊账号以及装有亚马逊 Go 应用程式的智慧型手机。顾客要先开启亚马逊 Go 应用程式，在入口处的闸门扫描后才能进入店内。应用程式会产生 QR Code， 让顾客登入店内的网络中，并且连接顾客的亚马逊账号。如此能有效预防偷窃，因为顾客的身份已经被确认和储存。整间店都装有电脑视觉感测器融合以及深度机器学习技术。店内系统会自动侦测从架上被拿取的商品，并记录在虚拟购物车中。若顾客把商品放回架上，该商品就会从虚拟购物车中移除。顾客离开时必须通过装有感测器的闸门，此时应用程式会接到讯号，计算消费总额，并且记录在该名顾客的亚马逊账号上。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数据，美国大约有340万人担任收银员。有消费者行为研究机构指出，亚马逊的新技术可能会让 75% 的传统超市员工失业。